对面太弱了，感受不出我的威力啊，反正很强就对了。文老爹干电玩，大家好，今天老爹又来快打旋风。老爹收到官方的这个全民讨伐黑石龙的任务邀请，龙力院发现了黑石龙的异动，有黑石龙入侵了快打旋风世界，因此他们决定要求让肯来执行此次的任务，但是肯一个人势单力薄，因此龙力院决定向所有的勇者都加入此次的 SSS 级任务，全民讨伐黑石龙。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快打旋风对决与魔物猎人的联动版本推出了这一只黑石龙的肯哦，这只角色相当的帅气哦。好，必杀技铁三靠，能量槽满后可释放的必杀技，对最近一个目标造成重击，使其受到攻击 580% 的伤害，并能打断敌方的目标动作。那么刚好对应这次的活动哦，打这个黑石龙相当的强悍，相当的狂妄。好，还有被动狂龙诅咒，战斗开始后每过30秒全场会弥漫狂龙病毒，持续15秒哦，单独一个格斗家造成的伤害达到黑石龙肯的攻击 1500% 的时候，驱散友方全体目标狂龙病毒的状态，并提升 20% 的攻击，这个越打越强的概念啊。回旋斩，队友施展连招，连招后自动释放一次，不影响其他格斗家释放连招二，对范围内多个目标造成重击，使目标受到 240% 的魂系伤害。蓄力斩，队友施展连招两次后自动释放一次，不影响其他格斗家释放连招三，对范围内多个目标造成重击，此目标受到攻击 320% 的魂系伤害。我们先来看一下挑战的话，有全队伤害提升，推荐的格斗家会增加全队的伤害，所以如果你有黑石龙会加 15% 的全队伤害，如果你三只都有，全队伤害增加 45%。 玩家每次挑战哦，可选择黑石龙的三个部位，分别是头、翼、爪，挑战部位不同，那么次数结算的奖励也不同哦。那黑石龙分为两种状态，普通模式还有狂暴模式。好，现在挑战我们的头，单体单体单体 No problem，就是这样子，直接开战，看老爹到底能打出多少伤害。要许我这个龙怎么打人这么痛啊？18万啊，直接全灭。不过我这次打了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我打了300万呢、欸。我这个黑石龙肯还蛮强的、欸。放我们的春丽，一步 key 没问题。连招，黑石龙肯起手必杀，然后补春丽将军来。看一下我们的黑石龙肯到底可以打出多少伤害。敌方先手能量啊 Boken， 黑石龙肯，哇，好像没有放到、欸、哇，这次打得不太好、欸、好像没有出到手，没关系，再来挑战我们的翅膀。翅膀要放火属性，火属性我放长手长脚，连招，我的必杀起手我都尽量用这个黑石龙肯哦，
新角色哦，然后以单体为主，因为 BOSS 只有一只嘛，我们尽量以单体为主嘛。原则上我的黑石龙肯哦，只要能放到一次大招啊，那一次的伤害就很高啦。阿都肯有黑石龙肯90万耶，好，这次伤害应该很高，因为我的黑石龙肯有打出大招哦，有没有打到200万了、啊？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就是这么狂。让各位看一下黑石龙肯打我们的一般副本哦，有多强哦！直接开战，让各位看一下有多强哦！一个大招直接带走，对面太弱了，感受不出我的威力啊，反正很强就对了。那么每一次攻击哦，这个会有这个龙力院的资源，善用这三个这个龙力院的资源，会让你得到更好的分数。我们来看一下成就奖励哦，造成多少伤害就有很好的奖励可以领取，大家要尽量打出高分哦。还有任务直接领取奖励，好，直接变一级的，还获得龙骨跟150钻石，所有的任务都在这边，大家赶快来解啊！兑换帐篷可以兑换很多丰富的奖励，荣耀赏金哦，就是排名打第几名就可以拿到多少的赏金。这边有一个任务，攻击头打到3次，攻击翼打到3次，攻击爪打到3次。那么老爹呢，这个翼呢已经2次了，那么我们再来打一次，直接挑战，没问题。看看老爹最高可以打出多少伤害，黑石龙肯来一个大招吧，不是一般的肯啊，高腰，我要黑石龙肯，有没有看到？哎呀呀，好，这个龙实在太强了，真的很需要各位一起来帮助先灭黑石龙，一起来下载快打旋风对决吧。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部影片见，大家拜拜。